比赛今天在宁夏体育馆鸣哨。本届全运会武术女子套路项目共设有长拳、男拳、太极拳、剑术、棍术、男刀、太极剑、枪术、刀术、对练共十个比赛项目，共有24支代表队的200多人参加了预赛，争取进军全运会的决赛资格。我区女子武术队派出6名运动员参加男拳、太极拳、对练、男刀、太极剑的比赛。自治区领导李腾堂、安春仁观看了今天的比赛。